呀，这里有一个草莓红喽。吃了肉有点腻，摘一个饭后水果吃一下。哇，通红。洗过喽，茶呀。真的很甜。再去蔬果区看一下。这个圣女果，它的这个叶子是越来越黄了，可能是要成熟了。哦，我看到了，大家看到没？这两个西红柿已经开始变色喽。要不了多久，我就有圣女果吃啦。再去看一下最先长出来的那一个圣女果，是不是好大了？去看一下。当当当当，就是这一个圣女果最先长出来的。大家看到没，它已经是很红了，比较红了，应该3-4天左右就可以完全成熟了啊，马上就有圣女果吃啦，好开心好开心，我是一个吃货。